微微，你跟陈孝正的事儿，我们学校好多人都说，你丢女生的脸，然后放着爱你的人不要，专啃难啃的，自讨苦吃。嫉妒，通通是嫉妒。微微，我就是觉得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？这就是我玉面小飞龙俘获陈孝正攻略的第四步，就是任他恼我、气我、烦我、躲我，我自缠他、追他、撵他、踢他。我才不管前面是什么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，我将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你至于吗？不就是个陈孝正吗？连女孩的脸面都不要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为了得到陈孝正呀，我什么方式都可以用。你还有什么方式呢？我还有好多种方式。再说了，我这么青春无敌，貌美如花，就是你那个飞机场。平胸怎么？胸不平何以平天下？关我什么事儿？哎，再说了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穿超短裙，露大腿呀。还可以露香肩，我还可以露后背，小蛮腰。躲着我呀，陈孝正！啊！太过分了！我就知道咱们还是好哥们儿。你昨天晚上又去网吧了？你在这儿等了他一夜啊？嗯。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啊？我不累。
老张，陈校正呢？哎，我去考试了啊。陈校长，你要去考试吗？